檀香队伍已经到达了。本宫不摔跤，行拜庙礼。神尊入殿安坐休息。民国112年5月7日，农历3月18日，即日良辰，大眷面春德宫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、志工、炉主、守事及众善信士人等，恭向新屋日月圣天宫、天上圣母娘娘、众圣先尊、一切神祇参香团拜仪式典礼开始，主祝者主乐委员王文成请就位，以祝者炉主陈志奇请就位，副炉主吴一纯请就位，及众善信士人等就位。上香，初上香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再上香，祈求国运昌盛，经济繁荣。三上香，祈求社会祥和，人民安康。吉祥，来香烛起。
先祝品敬奉鲜花拜。敬奉鲜果拜。敬献财帛拜。为中华民国112年却是癸卯年农历3月18日之良辰吉日，今据台湾苗栗县三义乡盛兴村大眷面福德宫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、炉主、副炉主、志工、守事及众善信士人等参将吉福，主任委员黄文成，副主任委员罗桂欣，执年炉主陈志奇，执年副炉主吴义纯，带领参乡信士邱耀斌、陈美珍、刘美瑜、陈其达、李爱慧、曾美华、邱秀燕、左朝子、于是炒面呢，还有我们大家在享用点心的，黄茂里啊，好吃吗？好的，哎，我们总干事怎么样？吃的怎么样？哎，我来看他的美食。哇，这个有，这还有鸡肉哦，这个太棒了，按旁拍。是啊，哦，专门旁拍。好吃。专门旁拍。你好，真的。双方主委干部们亲切的交流着。唐启明，你上辛苦的，等下，我给你一个福利，好，谢谢，安尼就对啊，谢谢谢谢。好来，来看这里。啊，今天我们来到日月升天宫，在不在？啊，日月升天宫是我们三义人的罗思松的这个姐姐的啊。哎，我们大家有没有开心？有。OK。大家来个大合照吧。来，我现在要来锅炉啊，你要美颜起来嘛。好，来来，你闪了锅炉还好了。好，OK。
公主到这边福德正神，那水土水土土地公，天心土地公，北境土地公，来请一下啊！本宫主帅教向妈祖娘娘行拜别礼。再见的。回家了。